就到经典记载，太阴化生，水为之精，气为上应，孤爪合形，周形六合，威力万能。相传东西南北四个方位，分别有四台神兽镇守。天母的外形像蛇又像龟，不但有坚固的栏杆，也有将帅官的威风，是北方的守护神。北方的五行属水，代表乌色，因此天母是水神，也是海神，有黑地之称。传闻先天上帝其实是天母神君的化身，是经过历代皇帝的塑封，才出现金母大帝、北极大帝、玉虚思想。天母神以及先天上帝的称呼，先天上帝是北极四神之一的游神真君，是统治北方、灵威强盛甲受人敬仰的道教神仙。先天上帝是金缺化身，以圣容威猛，披发赤足，手握七星剑，脚踏孤爪，率领神将在民间降妖伏魔、除恶扬善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，先天上帝故事。顶一集，咱讲到王霸天伫个先天上帝庙外，伫个佛家翻身，出名已经忍耐真久啊，所以因就把即个机会去求王霸天。老板娘唔甘看到王霸天受苦，就主动徛伫个头前，替伊承受村民的不满。经过一暝一日，王霸天红军啊以下拢变成稻草啊。老人趁伊未振动的时阵，口说伊啼笑伊，不只是安尼，老人也用火烧伊的手。好佳哉，林明月甲老俊华及时出现，王霸天才无代志。发起来这段时间，王霸天已经反省过了，所以上帝讲就取消对的天罚，恢复健康的王霸天，不仅接受老文雄的关心，也主动向伊说多谢，让王素兰看了真安慰。改革自身的王霸天，手拿那支失去灵气的七星宝剑，是要如何来对付乌鸟精呢？今天咱就要继续来看跟先天上帝有关的传奇故事。正当王霸天也在思考，伊要提什么武器去对抗乌鸟精的时候，林明月来到伊的房门前，轻轻地弄着房门。王霸天行过去开门的时候，手内也提着迄支剑，林明月一眼就看出伊在想什么。林明月就甲王霸天讲：“乌鸟精之所以会四处作乱，想要抢走先天上帝庙，这一切拢是因为王霸天先毁掉一大的小庙才会安尼。”王霸天也咧食醋，拄食林明月甲刘俊华出去约会的代志，根本就无将林明月的话听入去。王霸天讲，接落来伊会家己想办法对付乌鸟精，就唔免麻烦林明月啦。伊即卖咧无闲，也无想听伊讲道理。王霸天讲完，我头就要走。林明月赶紧伸手去揪住伊。王霸天的口气虽然真不耐烦，但是伊也唔敢大力害开林明月的手。伊问林明月到底是要创啥物，莫阁耽误伊想办法拄着乌鸟精。林明月也无受气，伊叫王霸天挖过来，伊有物件想要给伊。但王霸天心不甘情不愿的挖过来之后，
临命我就将拄只姚俊华送乎伊个平安符，挂在王霸天的颔棍顶。临命我一面替伊挂平安符，一面甲伊讲：你之前毁掉乌鸟者的小庙，甲伊结下了冤仇。我想，等伊功力增加后，一定会第一个就来找你报仇。所以你一定要将这个平安符挂好好，出门在外，保一个平安总是好的。王霸天将平安符塞入衫仔内面，打按着伊的胸前。林明，我看到伊遐尼珍惜家己送的平安符，也感觉真欢喜。王霸天一直盯着林明，我看甲伊拢无好意思啊。林明月越过身，背对着王霸天讲：“伊的爸母拢真担心伊，为了唔通互爱伊的人难过，王霸天一定爱保护好家己才会使。”王霸天隔着衣服，轻轻摸着迄个平安符，心内觉得真温暖。就伫这个时候，大树顶突然传来一阵笑声。只看乌鸟精悠悠哉哉的倒伫大树顶，讲伊拄好感觉真无聊，感谢因演了安尼一出情意绵绵的好戏予伊看。王霸天一看就是乌鸟精，就赶紧将林明月邀到伊的背后。乌鸟精为树仔顶跳落来，伊行到王霸天的面头前，讲若毋是因为王霸天毁掉伊大个庙，伊嘛袂做遐那侪歹代志。乌鸟精伸出伊长长的指甲，讲伊连做梦拢想要替王霸天来报仇。但是伊即马改变主意啊，毕竟伊已经修行百年啊，无必要制造杀业。所以乌鸟精就讲，伊要大发善心，予王霸天一个赎罪机会。王霸天唔相信乌鸟精有遐那善良，但是林明月却认为这无定着是一个好的机会。因此，林明月就代替王霸天问乌鸟精，因应该按怎做？乌鸟精才袂搁再来搅乱村民的生活呢？乌鸟精笑甲真奸诈，伊讲伊的要求真简单。只要王霸天替伊去摕先天上帝庙的阴阳客，伊就放过王霸天，而且佫也袂来找伊的麻烦啊。王霸天用迄支长条的七星宝剑击着乌鸟精，讲伊是绝对无可能去帮伊偷阴阳客。伊知影，一旦阴阳客落到了乌鸟精的手内，先天上帝就会被赶出去。这个村庄就会失去先天上帝的庇佑。王霸天甲乌鸟精讲：“我知影你就是贪图庙内王姓的香火，才会拍先天上帝庙的主意。但是你也无想看咧，你不过就是一只妖精，你凭什么居大庙？而且你就遐尼有自信，我一定会拜你吗？”乌鸟精不满被王霸天看不起，就回应：“那么我就当着村民的面把你抬掉，看啥人敢不服从我。”王霸天用那支失去灵气的宝剑对乌鸟精发动攻击。乌鸟精闪过之后，就讲那支剑现在不过就是一个本事，对于完全起不了作用。王霸天管不了遐尼济啊！伊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，用迄支剑继续去攻击乌鸟精。乌鸟精一开始咧斗人着王霸天，看王霸天互伊耍甲团团转，结果一个无注意，就互迄支剑划伤着面。乌鸟精非常气愤，伊一手摸着面上的血。一手为王霸天的肩胛用力一拍，王霸天手中的剑就落伫涂骹，人也倒了落去。林明月惊一跳，想过去关心王霸天，
结果在美哉一旁偷看的刘俊华扭住，刘俊华说实在是太危险了，坚持不让林明月靠近。胡廖家说他原本也以为王霸天有多厉害，没想到他的本事就只有这样。胡廖家说现在游戏已经结束了，他要取走王霸天的性命了。就在胡廖家将鸟仔伸向王霸天的胸坎时，一道带着热气的金光闪现，将胡廖家的手拢烧伤了。先天上帝是台湾民间重要的宗教信仰，精彩的节目需要大家做回来扶持，让风神榜神之团聚这个节目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王廖精无想到王霸天身躯顶竟然有先天上帝的平安符，王廖精真清楚，只要迄个平安符压伫咧，伊就无法度去伤害王霸天。王霸天知影拄只是平安符救伊一命，所以伊拍算要用这个平安符来对付王廖精。结果王廖精的动作比也搁较紧。乌鸟精形容改变方向，背向林明月，将伊抓掉嘞。乌鸟精的精甲就藏伫林明月的红裙仔顶端。乌鸟精笑眯眯讲：“王霸天，你上好是卖轻举妄动，啊，若无一个无注意，恐惊你爱人，就会害我的精甲，甲伊伤着啊。”王霸天叫乌鸟精唔通乱来，但是乌鸟精不但未惧怕，也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。乌鸟精甲王霸天讲，伊的指甲内有剧毒，只要伊伫林明月的面上轻轻划一道伤口，林明月马上就会中毒身亡。王霸天一听，就唔敢阁往前了。被乌鸟精牵制住的林明月，叫王霸天唔免管伊，也是先制服乌鸟精比较比较重要。王霸天只不过小夸动了一下，乌鸟精地伫林明月红棍的手，就搁较出力地。王霸天看到林明月面色涨红，真歹喘气的模样，就将手内的宝剑掷掷涂骹。也去双手退后两步，乌鸟精目尾看到刘俊华偷偷向前行了几步，就露出凶坏的眼神盯着伊。刘俊华马上就唔敢动啊！乌鸟精真满意现在的状况，伊甲王霸天甲刘俊华讲，想要救人就摕阴阳棋来换，伊只给因两个人一日的时间。那是伫门仔在过堤之前，乌鸟精无见到阴阳客，因就等着替林明月收尸吧。话讲完，乌鸟精就带着林明月使用妖术逃走了。王霸天知影代志的严重性，唔敢家己自作主张，就赶紧将这件事讲予刘文雄甲阿王西知。因几个讨论了有一阵仔，也无想到既会当救出林明月，也未去被抢走阴阳客的方法。后来，因实在是想不出办法啊，就决定先去先天上帝庙卡讲，无定着会当得到先天上帝的指示。身为村长的刘文雄，在请示过先天上帝以后，就将先天上帝庙的阴阳客提出来放伫桌顶，正当大家拢真嘟嘟的时候，老夫人就讲林明月被乌鸟精掠走，也应该是阿王西甲王霸天家己去想办法救人才对，凭什么要提走阴阳客？安尼做，唔就等于是将全村人的性命拢交出去啊吗？
老祖母无想到老人会遐那无情，伊爱其实进前伊破病的时阵，伊的阿母明明就真喜欢林明月，而且伊的阿母嘛已经答应要予因两个成亲啊。为什么老人即马会见死不救呢？虽然音乐课真重要，但是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代志。加上林明月甲阿洪西这段时间为着因家的代志，嘛遐那尽心尽力，老母娘实在是无愿意放弃救人的机会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完全无办法做决定。阿洪西无想要看到大家因为伊祖囝的代志遐那为难，所以就骗人讲有办法去对付乌鸟精，叫大家爱相信伊。迄日下暗，阿王师穿上道袍，家己一个人来到迄间破庙，耳边突然传来乌鸟精的笑声。接着，乌鸟精就带着林明月现身了。阿王师看到查某囝平安无事，总算是会当松一口气啊。紧接着，阿王师拿起桃木剑，对着乌鸟精的方向也了几道符咒，然后再吹动咒语，符咒就开始攻击乌鸟精。乌鸟精为要闪避，只能放开林明月，林明月就趁机逃走，离到阿王师的背后。林明月叫阿王师紧走，但是阿王师觉得难得有这个好机会会当抓到乌鸟精，伊无想要放弃，所以伊就叫林明月家己先走。伊要留落来收拾这个乌鸟精。林明月讲阿王师唔走，那么伊也袂走，伊是绝对袂将伊阿爸一个人留落来的。阿王师知影伊无法说服林明月，就叫伊家己先找一个安全的所在避祸好。然后阿王师就再度拿起桃木剑，对乌鸟精发动攻击。乌鸟精在吸收完宝咒的能力后，修为大大提升。阿王师哪里是伊的对手？久长的时间一久，阿王师的体力渐渐无法负荷。但是乌鸟精却也真有精神。乌鸟精呛声地问伊：你就拢无别个招数啊吗？就只个武剑甲天符咒，你这个臭道士，道行遐灵浅，就凭你也想要伤着我，实在是不自量力。林明月靠着爱阿王师，唔通阁怕，但是阿王师唔听，硬叹着一口气，就是要将桃木剑刺入乌鸟精的心脏。结果伊才拄靠近乌鸟精，伊就被乌鸟精一掌拍飞出去，倒伫涂骹一直吐血。林明月赶紧走过去，摸住阿王师，问伊敢有安怎样？但是阿王师伤势严重，一开嘴就吐血，根本就讲袂出话来。就在乌鸟精伸出伊又长又尖的尖角，准备要杀了阿王师俘虏的时候，王霸天出现了。王霸天将先天上帝的平安符为伊服内摕出来，威胁意味十足。果然，乌鸟精一看到迄道平安符，就唔敢轻举妄动。乌鸟精问王霸天，伊的阴阳课呢？王霸天讲，伊已经甲全村的人拢讲好啊。因知影，因无法度打赢乌鸟精，为着要避免无必要的伤害，所以因决定要服从乌鸟精。以后，因每一天拢会大鱼大肉，诚心诚意来供养乌鸟精。王八天也阁讲，明仔载是好日子，所以因决定伫明仔载啊，伫个先天上帝庙迄边光明正大，将阴阳课交乌鸟精。到时阵，因也会举办一个庆祝的仪式，恭请乌鸟精入庙。
安尼做就是为着要表现大家的心意，希望黑鸟精以后会当好啊对待因，较好一点嘛。今仔个故事，咱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《红心本神之传说》，先天上帝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玄天上帝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正当王霸天还在思考要如何对付黑猫精的时候，林明月来找他，他把刚才刘俊华送给他的平安符盖在了王霸天的脖子上，再三叮咛他要小心自身的安全。这个时候，黑猫精突然从大树上跳了下来。黑猫精说，他原本是想要杀了王霸天，但是他想了想，决定给王霸天一个赎罪的机会。黑猫精说，只要王霸天帮他拿到玄天上帝庙的阴阳气，他就答应放过王霸天。可是一旦阴阳气落在了黑猫精的手里，玄天上帝就会被赶走，这个村庄也再也不会受到玄天上帝的庇佑。于是王霸天决定要拼一把，他拿着那把断掉的七星剑开始攻击黑猫精。就在黑猫精准备要杀了王霸天的时候，一道金光从王霸天的胸口射了出来，挡住了黑猫精的攻势。碍于玄天上帝的平安符，黑猫精无法对王霸天下手，所以他就把目标转移到了林明月的身上。黑猫精挟持林明月，他要王霸天拿阴阳气去换人。王霸天找大家商量救人的事情，结果每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迟迟没有办法做决定。为了不要让大家为难，阿旺师决定要自己一个人去救林明月。阿旺师根本就不是黑猫精的对手，好不容易才把林明月救出来，可是阿旺师却不肯放弃抓住黑猫精的好机会。他选择跟黑猫精继续缠斗，结果被黑猫精重伤吐血。好在王霸天及时出现，才暂时保住了一命。王霸天跟黑猫精约好，明天村民们会为他准备一个庆祝仪式，恭迎黑猫精入庙，到时候才会把阴阳气交给他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玄天上帝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凡有开天有中华，菩萨心佛拢显化，玉皇大帝在天顶，地间诸恶好众生，众生显化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，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奉献本上天神威，众生天神威，安民观公上解公义气，一瞬革命时代的叫做着光明，不再是有美感甲黄历，为明目光是上帝光，目色过海电神通，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，造神爷伊上爱食甜，你是三清爱拜伊。龙树菩萨有龙经，文武相传大汉拢会通，寒山拾着真好啊，亲像白鲸搁袂相干，三太子二路车骑风火轮伊上解怕，二路骨都大大欢欢喜喜，啥物拢唔惊，先风爷上路叠算盘，做好做歹，伊谁知影？
卡大山难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颠倒。讨海人，上海拜妈祖，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。因做地富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人生海海，做人爱实在，放可唔通了心来做歹。但是地球中亲爱无比，予你无法无奈。